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祷告大军。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是全地的创造者，是世界的主宰，从过去到现在到永远，他是荣耀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赞美他。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主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成就你心事不改变，应许永不落空，
真神，唯有你是那永活的真神，独一的主宰。主啊，我们再一次将所有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你是全然配得我们颂赞的主。主啊，今天早晨再一次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是这么的好，主，你许许多多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你呢？主啊，没有，我们只能够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将我们每一个微小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盼望借由我们每一天，主啊，我们所行的所说的可以活出一点点你的荣耀来。主啊，今天早晨再一次将我们交给你，主，恳求你全然做我们的主宰。你不只是全地的主宰，你不只是世界的主宰，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宰。早晨，今天早晨再一次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你，说唯有你是我的主。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敬拜尊崇你的圣名，我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真神，是活神，是那位再来的君王，你的国度亘古长存，直到永远。请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九十三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耶和华啊，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耶和华啊，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宜的。本篇诗篇是一篇登基诗，是称颂耶和华作王的诗篇。在诗篇中，这样的诗篇一共有七篇，是宣告耶和华是万民的君王，是全地的君王。这七篇诗篇包括了诗篇九十三篇和诗篇九十五篇，一直到一百篇。在诗篇九十三篇第一节，诗人宣告说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诗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我们的神他已经穿上荣耀的外袍，他已经以能力束腰，他已经作王了。神是那位蛮有威严的王，是大有能力的王，由他作王，这个世界就坚定，这个世界就有次序，就不会随意的动摇。在第二节说，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诗人这样子的宣告是要强调，从太初以来，神的宝座就立定了，他一直都是王，从亘古他就存在，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作王了。因此连接一到二节经文的内容一起来思想，我们就知道神的王权、神的荣耀和他的能力是属于一种恒常性的，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然而我们要怎么样来理解诗人在这里所宣告的耶和华作王这件事呢？在此处，耶和华作王很显然的可以将它看作是在主的日子，或者说在末后的日子，他得胜一切仇敌所带来的一个宣告跟结果。我们的神他不单单过去已经作王，他现在仍然作王，并且他将来也必定要作王，他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在三到四节说，耶和华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在此处诗人提到大水扬起，大水发生，波浪澎湃，接着又提到胜过诸水的响声，洋海的大浪。我们就知道这应该是在形容那些要与神对抗，不愿意让神做王的那些国家，那些列国和那些神的仇敌。然而神是在至高之处大有能力的神，他必定会胜过这一切敌对的势力。他一旦得胜了仇敌，他就要做王直到永远。在第五节诗人说，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以的。在此处诗人提到关于耶和华作王包括了两件事。第一是他作王，他治理不是凭感觉，不是凭喜好，不是凭他的情绪，他乃是按照他的法度来行事。他是那位按照他的公义和正直来断定万事的神。另一方面，你的殿永称为圣，是何以的？诗人在此处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你圣殿的佳美，那在于它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圣殿和其他所有的建筑物之间最大的差别，乃是在于他是圣洁的。这包括了神本身就是那位圣洁的神，也包括了神所拣选所喜悦的子民，他从这个世界所分别出来的人也要是圣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他是王，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的人都要以圣洁作为装饰来敬拜他。神是圣洁的，属他的殿必定要是圣洁的，属他的人也理所当然应该是圣洁的。这是所有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的人所应当有的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作王了，他是那位从亘古就作王的神，他还要得胜仇敌，然后他就在万民中要继续的作王。我们的神他拯救了我们，他用他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将生命交托给他，我们理所当然的要尊他为我们心中的王。只有神作王，一切才会井然有序，按部就班。任何时候我们一旦自以为是自以为王，就会带来混乱，就会带来失败，而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的神他作王了，他一直都是王，从创立世界一直到如今他是王。他不单单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他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王。我们的神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一起来祷告。世人宣告说耶和华作王，这样的宣告对神的儿女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态度或者哪一些事情能够来发现神真的在这一切的事上作王呢？今天早上要提醒弟兄姐妹，也提醒我自己，我们每天所经过的日子我们常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你试试看，你去留意今天日夜为什么这样子规律的更替，阳光为什么会发出它的热量来照耀在这个世界上，雨水为什么会浇灌下来，这些各样稳定的定律，哪一样不是照着神所定规的法则在运行？
让我们在大自然一切神所管理的，因着看见他的大能和他的掌权，我们要来向他献上感谢。今天早上让我们为着水，为着空气，为着有阳光，来向他献上感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向神感谢过。今天早上让我们就这样子做，我们同声开口来感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向你感恩。主啊，你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主啊，你的创造都在传扬，主啊，是说你被造，主啊，你的创造都在崇拜你的荣耀，主啊，你的创造都在赞美。主啊，我们感谢你是创造世界的上帝。主，你不只创造，在创造之后的每一天，从亘古直到如今，你不断的管理护理着这个世界。主啊，为着我们每一天有阳光、有雨水、有空气，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为着我们每一天有日夜和季节的交替，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为着我们能有现在的工作，有现在的家庭，主啊，有现在的人际关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这一切都在你的预备当中，大到这一个世界，小到我们每一个人生的转捩点，主啊，你都为我们预备。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创造天地万有的主，我们献上感恩与感谢。谢谢主，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让我们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主啊，为我们这一切我们献上感恩与感谢，因为这都不是白白的。主啊，这都不是突然的。主耶稣，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是何等的蒙恩。谢谢主，为这自然界中的一切宇宙的万物，主啊，我们再次的献上感恩。谢谢主，因为你知道我们所需，我们所求，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总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神作王了，这是代表着他胜过所有一切的仇敌。因此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抵挡神，无论他们怎么样为难欺压神的百姓，他们都将要在神的大能面前败亡。今天早上我们特别要为着因着普世因着信仰耶稣基督而受到逼迫的教会和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求主作王掌权，我们求主护卫他的子民，让他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能够靠主得胜，并且得胜有余。请我们同声开口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主，我们要靠主的希望，让他们在你的大能下，让他们在你的保护之下能够蒙眷顾，蒙庇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希望他们在患难当中的主能够被救赎，主啊，让他们在所有的挑战当中，主啊，在你面前能够接在你面前，主啊，在你面前能够蒙庇耶稣基督的恩典，主啊，在你面前能够接在你面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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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是的，主，你是全地的主。主啊，是主，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主啊，因为你都看见了，主啊，你都知道了。主啊，是主，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主啊，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哪个城市、哪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是主，他们或者是受到了各样子的逼迫，信仰上面的逼迫，或者是一个攻击，主啊，或者是一个拦阻，主啊，甚至是迫害、杀害。主啊，是主，求你怜悯，主啊，求你施恩。主啊，是主，让我们的信心仍旧坚定于
于你。主啊，虽然很困难，主啊，因为我们肉眼所看见的就是这些的危难，主啊，但是主求你真的是将这些的灰尘挪去，主啊，神主帮助我们属灵的眼睛可以再次定睛于你，主啊，信心坚定于你，主啊，在各样子的患难疾病的当中，主啊，知道你是神，主啊，神主你永远掌权，主啊，我们的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于你，主啊，没有你的允许，主啊，我们哦，主啊，是的，主哦，主啊，是的，我们的气息也不被收走，主啊，神主没有你的允许，主啊，神主哦，主啊，是的，主你让我们继续存留的时候，主啊，神主我们就靠着主你自己刚强壮胆，主啊，是的，主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要为每一位正在苦难当中你的儿女来祷告。主，我们正说，求你睁眼看，求你侧耳听他们的呼求。主啊，主啊，求你施恩怜悯。主啊，求你自己向他们来显现。主啊，求你每一天赐下你的话语，作为他们日常的玛纳。主啊，他们需要你的话语，以至于可以走艰辛的下一步。主啊，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你对他们吹气，好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主啊，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在他们的历练里面，主啊，甚而至于有的人是受到自己的亲人在那里迫害的。主啊，主啊，求你向他们施恩，向他们伸手，主啊，让他们真实知道你是那位以马内利的神，主啊，你是那位耶华沙马的主，主啊，主啊，你是与他们同住的。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的神作王了，他是那位圣洁的神，所有一切属他的也要是圣洁的。我们应当让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他。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哪些地方是污秽的呢？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不要为自己找理由。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是圣洁可畏的神，神也是那位轻慢不得的神。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是万全之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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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是那位荣耀的神。主啊，我们要敬拜你，赞美你。我们要求你在我们当中来掌权，在这个世界掌权，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掌权，决定永存无极。为你是真神，是活神，是再来寻。